善知识，各位善信大德，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、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即节了继续过来讲，风水真经，风水真经即、這个，叫做风水五条观。咱呢风水五条观，我为何咧详详细细来强调呢？因为我体悟着过去啊，对这风水开始拄咧学的时啊，拢是讲学讲头壳疼，啊就摕迄个叫做止疼丹，好食头壳疼。啊，脚酸啊就好好食迄个啥止酸的。那么这是暂时呢，各位学习这嘛是暂时啊呢。必须要将过去的都是暂时学习，知影有这个物件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将这五条关呢，甲这层面呢，佮讲较佮看，甲有息息相关的呢，互咱了解到底啥是风水。啊，风水对咱心灵影响有啥物厉害？对咱徛居有啥厉害？身体的健康、思想的个，是毋是有啥物影响呢？所以啊，我来就来详详细细来讲呢，希望各位啦，咱啊。咱的静心来甲共同来参考来听，好、哦，凡是啊，眼睛在听咧，感觉真正大数无什么注意，哈、哦。但是诶，眼睛遮咧，拢是以后奠定出去，我要工作的遮的妙法啦，哈、哦，拢遮遐基础，啊、哦，基础你无拍起来，面顶咧无可能贴关起来，所以真看面的基础贴有看咧，所以直接会阿摆愈悬。你若看诶基础呢，嘛是结结咧就崩咧，所以各位啊，咱来共同伫正面吼，也、哦、是在照这个电视啊，啊中间呢来传播传播，来结这个善缘，啊结这个善缘，啊嘛是结着未来生的缘，啊希望呢各位呢，咱结这缘以后呢，咱未来生生生世世这个善缘呐，咱能够继续个结。啊，希望啦，各位的家庭啊，充满着欢喜、欢幸福、光明人生。咱各位同修啊，哈、啊，善知识，咱人在世间上啊，咱人在世间上任何一个场所的所在，啊，是这时间、什么时间内底，啊，对这世界上的人事物啦、人啦、事啦、物件啦，等等。拢是以实际体验为本，拢是实际体验为本，这句话真重要。实际体验为本，啊、哦，为根本。咱若是若无以实际体验呢为根本的时啊，你可能呢学习任何代志啊，就无法度达到这个彻底。那个爱要随时冷静参透目前，那参禅啊，目前生活呢，日常生活这个中间呢。点点滴滴，点点滴滴的品味，哈、哦。咱那个是一个呢，咱所住的周围环境啊，咱爱品味。比如讲，咱台湾虽然有钱，目前是真有钱，但是咱所住的环境啊，并无受欧洲国家因的设计这品味。欧洲一个像瑞士啦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遐的。周围生活环境呢，一些品味呢，确实呢，对是真真正正对心灵大心境开朗所体发出来，所来这里所建筑起来成就的，迄就是净土。若是咱一个人心胸真狭隘啊，心胸不开朗的时啊，心胸不开朗，咱一间厝呢，必定来滴乱糟糟，变乱修，啊，到尾就无够一间厝了，那是不做人。安、尼心情、心境啦，讲要乱顺时是无可能，啊，心境无可能。啊，家内这个厝内底精气、真气啊，这个精气甲空气一定充满着，黑暗还是漂浮。啊，尤其咱唔通一直在往天上啊，遥不可及啊，啊，虚无缥缈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半空中的幻想的世界去做变白日梦。啊，咱真侪人啊。因拢脚都无一位好打，吼、哦，就开始咧。你计划讲，哦，我要对天顶去，对倒遥不可及未来安怎？那比如我最近啊，
有一个哦，伫伫道场，当时啊，按想要来好啊，甲开发这个文化。可惜呢，这个因时机也未关，也未搞个关系呢。好、哦，我所以未当我啊，真正积极来开发。啊，但是呢，这要未开发进程呢，啊，在真只我来动手啦，吼、哦，伫共同参考时。拢袂像要哦，我这已经以后呢，要啊换周围，要拆衫，要设计衫，就安那安那，叫伊一大堆，足大堆的足济呢，看起拢包天包海遐大。但是现在一点事听都无，咱立足点都无，立足点都无，无一个立足点，哪有可能谈以后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罗道师尊啊，加提醒。你的现在都基础都无，无一个徛所在，你敢来讲无算平咯吼？那无立足点的时啊，无可能有其他。拍滚头，你嘛爱先用砸马，互你砸马砸得住。砸马徛会条，你唔当手比手画刀，你要什么曲线才画得出来？那无是无可能。所以啊，咱有咱的西洋嘛好，还是咱中国嘛好，咱的家庭是一个避风港，家庭是一个避风港，啊。咱这做太太呢，在这避风港内底，一只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的掌舵者，啊，所以这家庭嘛是避风港啊。当你伫外面受到刺激，受到一切也不调和，啊，受到打击种种的，当你等下处的时啊，你就爱甲化为讲啊，我今是人生体验到，体验到这实实在在啥都苦，打击方面的苦，我已经体到啊。体会到我当然欢喜心，欢喜心一到处的放下，爱以的家内的生活，以家庭的生活为准，以家内生活为准。常常啊，我的太太讲，伊讲你安尼外口下些代志拢无爱化灾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安尼下就拢讲也无讲，我就一边人遐灾。我知咯，我既然啊当然出咧，有需要我甲你讲，若无需要讲，你无得去接受。我都接受这个烦恼的事啊，我都感到想的，我接受烦恼，造成你心理上呢，一定会惊吓出来，会惊吓出来的事啊，你必定呢，你的人生时时呢，心内那一个大洞啊。易经是大学在易经。哦，所以你当然得处理呢，你家庭的另外，这家庭的生活环境，外面的环境。好、哦，公司的环境，这个时候咱也爱了解讲体验，所有一切体验呢，爱无拢是无同款的立场内底啊。咱来有体验这点的是相信的，咱啊人生啊，即我都过了讲啊，真正有自我的人生。啊，那咱这摆，那我们要立国，现在要立国，也是要做一个民意代表。你要做立国，你改革要改革一定。方案要先出来，改革的方案出来，经过呢再三的考虑啊，再三的顾虑啊，来计划啦，规划时啊，才有法度踏入有一天我就要治国。那无这个先治国，无这个计划时啊，敢若想假使有一天我若做民意代表、做县长、做市长、做那镇长，还是做总统，我嘛好。假使我一天有啥个事，我要安怎？这种啊。当作现在立足点都不徛着，立足点不徛着的时，你根本都要讲这拢白讲啊！这是各位啊，哦，我提供各位做参考。咱这个事业嘛是共款，咱的人生一定如果先有一个立足点，立足点是一个家庭徛点，徛点徛，我有一个家徛点，你才有法度发出第一，因为有一个家，心才会安。会安者，你叫我的心灵的真气啊，心灵的真气的根啊，叫我的普道救出你。所以顶日啊，我刚刚讲到这个空甲色的法则，各位在修行这里，如何让心灵的太阳跟得出来？咱啊平常时就坐咧，啊是嘛，啊是这状况嘛好，讲的嘛好，时时的观想一粒太阳在我心肝窟那底放光，头顶放光，后边规个。光是对十方，对十方放出的光，唔是干那我家的对面的光。那家的我家对面的放的光的时啊，就是咱看电视啊，看电影拍金光，一时啊都无电影，哦，迄都无电影，爱注意。
因为安尼太阳月光是十方的，唔单这样。那么呢，咱时时即个观想，我即摆在甲你讲的是，你讲的是，但是我心肝骨内底咧，内底咧，我一嘛本来就接太阳伫内底，接太阳的光一直在放光。这是咱练习修行真气、修行真气、原动力的方法。过去我伫开始学修的时啊，我伫坐咧，坐正坐，把我观想，把我的灵魂呐、啊，观想我伫出窍对太阳啊去。太阳去哦，小红红袂歹，但是倒转来我这软烧烧啊，无力，发觉安尼唔对去啊，可是外求，外求作鬼样咪？好啊，今不止安尼，我甲膨胀起来，膨胀啥？太阳甲山弄心光困到内底，啊让它随时放光。哎、欸，我发觉心情祥和，心足平和诶。发觉咧，感觉说要生气啊，创啥都卡咪。感觉因为一生气就是黑暗。他人的不调和，他人的这个让我们受气的，把人的无耻的行为啊，那是黑暗的东西。那么我们的正能量，头正光会压掉所有黑暗的，压住所有黑暗。即使我这正光的是魂加渣的，魂加渣的是，我本身光都发出的是魂有风，有其他空气来，一阵劲就会过啊，阵劲就会过的时啊，我光继续照出来。这妙法，各位呐，悟有对了，真今日马上开悟顿悟，好、哦，恁呢自己原动力修行的法则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咱人修行，从调息咱内在，内在的立足点，立足点是哪里呢？在世间的处，在咱思想心灵上的那心灵那一盏灯，心灵那一盏灯。燃灯古佛，哈哈！你怎么听燃灯古佛？燃灯古佛啥人？大宇宙的真气，就是咱的心中的一盏灯，咱的生命的原动力。哟。生命的原动力就是一盏灯，一盏灯就是咱讲燃灯古佛，燃灯古佛，燃灯古佛啥呢？大宇宙的真气，每个人本来不生不灭，咱不生不灭的那一颗生命，燃灯古佛，一间厝嘛燃灯古佛，啊、哦，对这点的相互间呢，咱佛甲咱讲，伊的老师师父都是燃灯古佛，好开悟。那么咱一间厝，冒燃灯古佛光光，好、哦，我再三的强调，厝内底光足重要诶。我发觉咱台湾人啊，拢真欠，楼梯伫行呀，楼梯伫行，楼梯间啊，电脑照射牌五折，哈，蒙灰啊蒙灰，这上错个观念。咱楼梯间伫行，楼梯白直直直等两层楼梯啊，楼梯间楼梯间啊。这个灯啊，你给它冲较光嘞，那是龙灯嘞，亮灯嘞，楼梯都是亮嘞，好、哦，楼梯都是盘亮嘞，盘亮嘞，楼梯都是盘龙，啊、哦，光爱了解楼梯来盘亮，那么楼盘亮嘞，必须要有灯，要有龙灯，要有龙灯，你给它再看嘛嘞，足多人嘞，去引导嘞吼。啊！看，拢这楼梯间啊，电火啦，照射拍咧，迄、那个家内啦，全袂损失。因为我印证有够多啊，我印证有够多。我去人厝安尼，这几年就几十万人会结缘中间咧吼。然后咧，去那咧，去那厝去看厝，看遐尼济，吼、哦，去看遐尼济咧。啊是，但是啊，发觉咧，这口罩啦，较袂损失。楼梯间啊，拢电火，拢照射了，飞金菇啊，量无足嘛。量无足嘛，无安足嘛，所以啊，各位啊，你要改变一间厝，基本的方法啦，哦，就是要有龙灯，量咱的主性生命，龙是咱的主性生命，啊，主性的生命啦，
要有光，要有光。那么自性生命，你若无一盏灯诶，真无人生的希望啊，咱就砍掉了。哦，所以可见楼梯间咧，楼梯的电火是偌重要。这叫燃灯古火啊，就是燃灯古火。哦，各位啊，咚咚在听，咚咚在听咧。哦，啊，咱若无了解的是啊，确实都难免咧，我都得将咱大的环境来改善。卫星请教，到了道场，上年发挥叫。所以那叫立足点，立足点就是光，立足的立足点就是光。光的原点，咱爱立足点，爱是光的原点。光的原点呢，就是希望与积极。好，都积极。立足点，原点就是光，光的原点呢，都是希望，希望就是积极。啊，所以啊，一间厝内底光线是非常重要。哦，当然啊，讲了以后咧，电力公司的电啊，可能爱较大，爱较侪，电量爱较侪，但是电量较侪，国家会好，啊、哦，因为咧，百姓生活啦幸福，幸福家内平安咧，啊、哦，迄、那个咱国家无形中会财产啦，会收入啦，不可思议，所以咱爱会立足点，啊，莫去做白日梦，实实在在去实修去体验。这样是不可能。如果咱若无立足点的时啊，咱若无是脚踏实地的时啊，所以无可能悟道，而且是痛苦的人生啊。甲咱徛起一处嘛，同款的意思。平时啊，咱伫读一段经册是经文，诵读经文，或者名人的座右铭的时啊，也是迄个开示录座右铭的时啊。咱爱以日常生活中随时注意环境在身边人事物的动态。将经文的内涵啊应用于生活之中啊，然后再做对照印证，共同品尝啊，体会空所的内涵，空色的内涵，这嘛是空气啊。好、哦，比如讲，现在咱面头我是面头前，哦，啊英华甲春朵两个块算算干呢，啊算干呢拢无接，没有化爱，无化爱。哦，纯真哦，咱佛佛家的个，那佛祖啊，都、就是没有自没有夸爱，没有计较啦，无惊吓啦，而且是纯真。咱的体验会发生在咱面头前的，拢是咱的老师，拢是在提醒咱的，拢在提醒我们。那甘露拜相这个故事啊，七岁甘露拜相，为什么七岁都要做拜相呢？也智慧，这就告诉我们讲，讲你讲，咱每个人，诶，这个灵魂是不变，咱的智慧是过去生就积落来，过去世就积落来，啊，就积落来的时啊，咱这生呢，那顿悟的时，无分是老少年，那无悟者老，食啊老壳壳的时，头脑完了要无知，要不晓得，那有干过的时啊，七岁会当做宰相。哦，一开锅的做代销，做代销，哦，这点嘛，各位爱得了解。比如讲，树啊嘞吼，咱看哦，这张树啊嘞，你色会发光，光艳艳，金闪闪。咱啊，除了赞叹过这树啊嘞，这水以外嘞，咱爱去体验哦。嘿，这根树啊是安尼这水，相信你空气有足，水分有足，空气是啥？周围无污染。在咱人生活伫无污染的社会内底啊，咱的生长了会较健全啊。但是啊，生长健全一旦这样树啊呢，无污染的，一旦哪个有污染来的时啊，风来马上就倒去啊。那么体会到，迄种体会到咱人生伫世间呐，拢是有。当咱逆境来的时，
直接发到激发在骂的人，顺境来的时叫咱爱注意，好、哦，叫咱爱注意。当时啊，这是前年，就差十二年前啊，十一年前啊，咱的太上罗段来开始一段，顺风飞车杀船啊，杀出船啊，一帆船。好、哦，自古以来啊，一寡啦、啊，诶，好多修行啊，说人生啊，吼、哦，拢会平顺的啦，拢想顺你啊。风得紧得杀的时啊，你莫想风顺顺叫啊，一不小心就平顺你啊。好、哦，顺风吹走啊，杀的船那时啊，一帆船，好、哦，真容易平顺去。这就讲你讲，咱人生啊过头顺的时啊，不要忘了居安思危。接着咱讲的叫居安思危。那目前呢，咱台湾的环境物质上生活较好，但是犯罪率真高。啊，咱四月二三，啊，咱第二四年四月二三，一拿考为诶，这里叫做36,000人的阳台风水学的方法啦，方法的事啊，啊，安排一个时间啊，或者总统府主政林永江先生演讲。建立祥和社会，哈、哦！一来就提起哦，咱台湾目前有11,000人，11,200人犯罪，啊，爱坐监57,000几人，啊，其他呢也可罚金呢，啊，佫抓无着，佫算无着，判偌济公？啊，为何经济愈好的时啊，犯罪愈济呢？叫做顺风。顺风啊！好、哦，咱因为有钱，啊，有的人呢出国出去，啊，就叫我是老大。其实啊，哪怕是有去大陆的，讲我是有钱的，是老子。哈、哦，啊，给人看作小子，这都无尊重人性，没有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诶尊严。人是平等，众生平等，心灵是平等。本来讲一个人讲一个光很大的光环所指挥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我出来中我有钱，我是老子，我花钱的是老子，这都唔对啊！这都是无尊重家己的良心，爱注意啊、哦！这顺风刹车啦，刹得准啦，哈、哦，一边准的道理是安尼。啊、哦，所以目前咱生活在台湾呐、啊，物质上的享受，物质上的享受咧，无多予咱心安。爱注意，哦，那接咧，一旦有啥物天灾人祸、气象嘅变化的时啊，到尾系掠光，迄阵才会知惨。哦，爱注意，啊、哦，所以咱啊，日日生活伫世间内底啊，随时注意身边诶，涉及咱嗰边人事物啦嘅动态，将咧经文嘅内涵啦应用生活上啊，然后咧再做印证对照，啊、哦，再做对照，咱啊随时诶。将佛所讲的一切的经典啊，哦贪嗔痴啊，哦三毒，哦安尼五戒啦，哦十戒啊，这呢，咱会当好好啊来大家撇除，安尼呢，我相信呢，咱的人生会过得真正充实。比如讲经文所开始的贪嗔痴三毒的之生啊，是由无理所生，会贪，啊、哦、会搞生气，了那搞生气，无耻讲话无耻。这三种毒啊，是在做这毒咱的性命。啊，当由咱无智慧所起，咱就是无读册、无智慧、无去体验、无加看，啊，拢秘伫厝内底。当时真侪年前啊，咱的美国太空船飞上太空的时啊，咱有一挂人啊，讲啊，迄好小的做戏的啦，哪有可能呢？咱真下人有诶，就安尼想啊，哎呦，迄做戏的啦，迄哪有影？迄就是无智慧就对啦。无智慧就亲啊、嗔啊、痴啊、脾气啊、怒气啊，讲话无智慧就安来啊，这咱众生的悲哀啊！哦，所以咱当然呢，拄着因会引诱咱的业力，哈、哦，引诱咱的业力现前的时啊，若无读过经文去开始的，就无法度呢，以经文的指标呢来控制家己的贪念啊、哦。当咱人贪达到贪未到的时啊。三星贪未到的是三星的天万白天万道，哈、哦，到那万道的是以后呢，这气就直接接到脑去哩，啊、哦，障碍那个理智，
你的智慧啊，所以三毒诶就徛在种安怎咧就无智慧。卫生信教新北市。比如囡仔读册，吼、哦，要考试，每一届来考试来开智慧咧，我看看你很生气。你当你一生气的时候，你三天书读不下；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三天书读不下。因为嘿呀、啊，吼、哦，气得半死啊，三天书读不下。因为心量矮嘛，我的心量矮去啊，矮去的时候，你地位脱掉的，啊、哦，脱掉你就愈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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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轮回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贪嗔就搞生气，气就无地位，啊、哦，尤其少年辈子演的啊，吼、哦，侬这现在社会引诱你啊。吼、哦，食毒的啦，吼、哦，去拍的啦，目前的飙车啦，这拢是一种陷阱。咱来教书呢，咱无多脱开这陷阱，心也无多稳定啊。一时啊，咱只是困嘛的烦恼，嘛的烦恼，舍弃不了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像呢，哇，我来飙车，咱来飙车，啊，飙车几大点的时啊？啊，莫名其妙是安尼三分原因而来。当你爬上车顶来跳的时啊，谁想你徛呢？心念一直恨怨恨这个社会恨警察恨啥恨的时啊，你是恨的是你心走去，灵魂走去，换别的魔境啊、魔王啊、魔王呢来附在你身躯，跳哦，跳跳跳，摔落来死翘翘嘞，做一酸，哈哈，艰苦是你的，脚断是你的，伊做一酸咯、哦，爱注意啊。最近看飙车，我最爱看，哈哈！我前天这点又过到这时啊，你蒙古这点又过来啊，蒙古这骑马这点又过来啊，吼、哦！哇哇，你这遐紧都来转世，好、哦，那像这个叫做食毒啊，那先倒来，这呢，啊你遐紧过来，哈，哈，哈，就吓伊啊！讲着伊心花花，伊在食毒吸毒，我那食鸦片的呀。啊，清朝时，才见吃鸦片的，迄、那个叫做转世啊！吼、哦，人表示生，生未好转世，含遐灵魂阴间呐，灵界要未意识要未完全磨掉去，个叫做转世啊！啊，当作表示家，当作表示家。吼、哦，这里、個、啊，人要转生轮回的，这一因，现在一因，过去的因，拢接掉了，以后都过得倒出来啊！哦，所以咱这有一个例子啊嘞，哦，这里就是我只常常看到这嘞，哦，一咱人来世间呐，哦，这的造成啊，家里袂记哩家己的，非常的可怜。我只嘛是感觉真在同情，诸佛菩萨嘛只同情这人，哦，但是啊，咱知影讲，佛菩萨的同情啊，表示咱要有救，表示咱要有救，哦，要会当站起来。咱只是讲，从过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啊，咱来会当讲，家己起死回生的时啊，这是人生一大的体验。所以，当咱人发生贪嗔痴三毒的业力现前以前啊，的时啊，哦，咱就紧急叩念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定慧，戒啥？戒定慧啥的意思啦？有真大的作用。咱一个少年吼，伊咧吼，就爱嘛是爱吸毒啊，爱吸毒的时啊，吼，当伊下戏的时啊，我咧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的贪，我哦想要个食毒啊，啊，个戒戒告诉里面的心，这都改用咱的良心。我现在怎么戒毒，和我这里了，怀着信心，要来戒毒这个食毒，还是坏习惯。啊，是任何因由改定的啊、哦！你咧咧谈袂着，一直生气，人讲哦，一直吊起来，轻的浮动，轻的浮动。啊，定的改定，告诉自己那一颗心，本来迄个心，咱就爱定，自己定。非呢，咱就无需找无路好解决我的问题。迄困难现在的引诱啊，一家的引诱的事啊，无多非啊，爱非，叫你的佛法，迄就是。叫你请你的佛法，请你的基督菩萨，请佛菩萨如来，请你的祖先啊，爱来共同来这力量，来戒定慧，戒定慧，戒定慧。你不念阿弥陀佛要紧，你阿弥陀佛可以啊，戒定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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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反复的念，
足大的效力，哈、啊，这就唤醒本来面目的戒定慧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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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戒定慧。咱认真来念，安尼是啊，会当帮助一挂迷失去的人。好、啊，迄一心的念佛嘛会使，菩萨的嘛啊，南无观世菩萨，南无观世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拢会，南无地藏菩萨也会，看你拜什么神啊？南无观世帝君，啊，天上圣母妈祖佛，你哪个太子也蛮好，哦，你这是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。你哪个啊戒定慧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，拢戒定慧一切包括，啊，你阿弥陀佛、观世菩萨也可以，啊，所以一边激发内在的毅力，将三毒败掉，这毒败掉去的事啊，所以这个法。是对国的非常帮助的，因此啊，气甲气的存在啊，这个这段叫气，这是真气，好、哦，面顶贪嗔痴的空气，外来哦，外来或者贪嗔痴迄个空气，内在界定慧。的精气、蒸汽、蒸汽，各位啊，咱来去认识一点啊，我相信嘞，恁以后的人生诶，会受用无穷啊，受用无穷。好、啊，气甲气的存在，精气甲空气的存在啦，本来都写在咱身躯边，甲咱的脑海内，伊将来都无甲咱离开，那是影甲随行啊，哟、哦，如影随行，这两项呢？你有戒定慧，就必定有贪嗔痴。哦，就有贪嗔痴，有贪嗔痴，就是戒定慧，有法有破，哦，有法有破。好、哦，各位啊，我今传这个法啦，各行各位，你那好阿弥用的受用无穷。当各位有当这拄着这生气的时，贪戒定，一定是去降未落的时啊。那个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定慧、戒定，一点点戒定慧、戒定慧，这个是买三宝。那呢，这个修心、修心的三宝、修心的三宝、戒定慧，哈、啊，还是修真气的三宝，或者修这个真气的三宝，修真、修真气，哈、啊，修心、修真气的三宝，是戒定慧啊。哦、所以各位啊，了解这点的时候，咱就好应用在生活中。哦、当然一个人做不到以后呢，是有亏欠他人的情和债、哦、他人的情和债的时候，相信咱这么的人的心永远是无法度安全和幸福可言啦。好、哦，这种现象任何人都有发生过的经验啊，只是大错小错而已。比如讲，我今日无人甲人中间的感情会济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有世间做事的济，我阿有拜托你过，拜托你甲斗三工一件代志，吼、哦，啊拜托哇，你甲斗三工钱借我一个，啊是你甲斗经济物件，拢有这种人情的济，啊，拢有这种人情的济，那么这种济啊，你呐爱以改善一一个方式，欢喜心来对咱人生，以后都。我是一个缘结一个善缘，啊、哦，咱有欠人者，咱祈祷祝福，啊、哦，咱祝福。但是，咱若欠者的状况之下，啥算欠者呢？念佛的心。比如讲，我今日买这个麦克笔，你卖我二五块，我一直给你塞，最到剩二十块，你的成本十八块，啊、哦，啊你卖二五块，我。明明你要十八块，你迄、那个一直讲最个虽然20块，勉强卖我，我欠你了，已经欠你了。哦，虽然欢喜你卖我，我已经欠你啊。这嘛，咱人情的债，人情的债。哦，所以咱呐有这情形啦。比如我要买一个物件，我这偌济，唔多卖开嘴，伊偌济你就买偌济。那无，我的希望买偌济，你欢喜卖我无？我的希望要买偌济，你是唔欢喜买我无？啊，人欢喜买我，你才甲买；若无欢喜买，你勉强买。我建议各位上好是卖买。这个一开始正者因，
后世人你爱行，吼、嗯，我无行，因因故故爱注意，吼、哦，人情的债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债，所以什么是中道？欢喜心，两方欢喜心，就是中道。咱万行代志爱用中道来做咱的人情，所以咱人啊，最宝贵的是无烦恼，甲无苦恼，确实无烦恼，甲无苦恼。一个小朋友啦，少年读书的时候，啊，来开智慧，伊就讲爱耍，啊，来的爸爸妈妈就倒啦，倒我囡仔拢唔读册啦，爱耍啦，死过去啦，哦，啊，一出去就不回来啦，安怎啦？好，爸爸妈妈等到归暝啦。那带来各位啊，恁老亲戚朋友有这个囡仔，安尼来带来催恁的事啊，好、哦，你们不要马上就甲对老爸老母就甲骂惨了，跳咧甲骂着，跳咧。这个个怕差咩就丢，爱注意。你要跳的怕差咩呢？断佛种性爱注意哦。灭差咧是等佛种种性爱注意哦。好，那么呢，一个方式，我你出去佚佗一三年，你尽量出去佚佗，无要紧。但是你要出去佚佗，你是不是讲感觉心里足安有烦恼无？敢问讲你有苦恼有烦恼无？啊，伊若讲无烦恼无苦恼。必定有原因，伊一定拢十个九个九拢有我有苦恼，啊，为什么会有苦恼？为什么有苦恼？啊，你的苦恼是不是回来呢？你离陪你困呢，陪看的是有烦恼，赶会走无？赶得走吗？赶会走无？啊，迄个囡仔都袂啦，还是造成足奇怪，你陪他伊嘛足个，家己足个陪他是不？吼，啊，你走去变数，伊嘛足个变数是不？烦恼永远对着咱男性苦边啊！好、哦，那么咱修行的方法呢，都是断掉烦恼。所以啊，我讲小朋友呢，你就尽量不要有烦恼发生。哦，烦恼发生呢，是啊，你一定未快乐。你即使呢，你外好四个去呢，甲朋友四个玩呢，我相信你嘛未快乐，未快乐啊，你的人生你就感觉就无价值嘞。啊，讲讲，一说囡仔都要精神起来，等下囡仔都要乖起来，真侪拢要都要乖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人是在世间。上惊的物件呢，烦恼。来世间无啥，拢惊烦恼一项呢。真正，甲咱烦恼这两字吼，甲咱人把个心思，我要拖咧地角。甲咱烦恼这两字拖咧地角。啊，你要断掉烦恼呢？戒定慧，戒定慧，戒定慧，这三项，这三项呢，戒贪，啊，戒嗔，戒痴，啊，啊，戒贪戒痴的都落学到定，啊！这亲的，你搞生气了，咱心会定啊，啊！都有智慧啊。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安怎来，好、哦。然后呢，再个转对这来定，好、哦、定心定力，咱就袂贪，好、哦、定力咱就袂生气，定力先是智慧来，他说安尼一直延续安怎来，好、哦、这流程啊。啊，各位啊，你若研究起来，你感觉足趣味的，就是。所以咱在世间啊，断除烦恼的方法啦、啊，就是这个以戒定慧咧，哈、啊，戒定慧啊，咱我都叫做断除烦恼，啊。咱大家看嘛啦咧吼，我所以咱人最宝贵无烦恼甲苦恼，一直心安无跨界境界，佛啦，甲咱教佛教是咱讲。咱人生最宝贵，不是名利的显赫，更不是现在我做总统。那比如啊，我去做美国总统啊，四年嘛是爱乱，哈、哦，嘛是安尼样。要我较输一个固定的这个，或者这个职员，伊大卡徛较久嘞，哈、哦，大卡徛较久嘞。是咱心无跨界，上好光明的心境。咱来世间上宝贵，就是心无跨界、上好光明的心境啊！咱大家看嘛啦，天下自古以来有风之气，四界走东西南北四界走之气啊！大是大修行家，哈、啊！这四界走这咧都变成游荒和尚啦，啊，瑜伽行者啦，啊，修行家啦，啊，因的举止威仪啊，是遐尼安详呢？哦，遐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住这时啊，伊对地主的传法，就捌正道，
叫人反省忏悔，一定要拜师的时啊，先爱一早暗吼，一定规工呢，好好啊想去忏悔规工。啊，七天以后呢，心所有的烦恼放下以后呢，佮进入释迦佛陀的这个啊，这个僧团，哈、啊，怎么修行？修行了以后呢，伊这个叫做所有的入面佮修行佮忏悔呢，那么因出去的行路啦，佮普通的法门的行路无相像。好、啊，在咱佛陀弟子的门下，所有在出门的行。也行，得行咯，行咯，遐尼安详，遐尼安详，看了遐无烦恼。所以当时啊，释迦佛陀啊，伊个地主大地主啊，迄阵呢，那是大家是大家业嘛，伊看到大地话一个地主嘞，吼、哦，看伊个行咯，遐尼安详，遐尼无烦恼，伊就哎，这那大一个。下人的地主在行路遐尼逍遥，遐尼自在安详，无惊吓呢？啊，我哪会一个做者教主啊？吼、哦，迄阵也是者教主啊，哪会这心内这下袂安，袂安安呢？啊、哦，这上大原因啦，那分啦，甲咱讲三界贪嗔痴戒除以后了，伊不正道作为反省忏悔的方法，吼、哦，的目标，这指标这框框就对了。了咧，所以佛陀的门下的弟子啊，咧行路行住坐卧咧，感觉真正安详啊！这个人生来世间的心境，啊，光明的心境。那在话都倒来，自古以来啦，天下王侯将相，哪一位的心境会当安详呢？江山行皇帝。咱东朝的时啊，即一挂皇帝、王爷、贵族，伊为了保，要确保伊的天下，确保伊的天下咧，那么伊咧，伊就是有这个，将这天下名人异士、地理先生、天象官、天文学家，拢请入去来供养，请入去供养来保持个国家，将风水找较好诶，厝较好诶。拢做一个，拢就是金嘞，好、哦，所以惊人断掉伊的天下，惊人嘞断掉伊的当伊的前途，惊人嘞比伊较敖，所以一生活中间嘞无时心无时安，惊惊吓吓，好、哦，安尼说的就是啥嘞？好、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伊咧将咱放下名甲利的贪。真痴的心啊，咱用哦，这个叫做将这个下气哈、哦，下气这贪嗔痴烦恼的境啊下掉，啊心真正安详。护持维心。好、哦，所以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啦，伊才体会讲，咱人哦，上宝贵就是无烦恼，无烦恼的人啊。无苦恼的人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上好呀，上好呀。但是，咱不是讲甲讲各位诶，咱好多写起世间的名利，一切放掉，不是意思。咱来做事业诶，咱尽力去做，功德啦，或者功德碑啊，诶，意思就叫做爱他有功德做生意，做事业，咱心会安，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咱爱知影知因感恩，知影讲，咱比如我做这事业，一定都是有人报喜来钱报喜来，吼、哦，人是原料给咱，给咱，我就爱感恩呢，感恩呢，然后呢，我才做呢，啊，知因我物件做好，然后呢，佫给啊消费者来使用，迄个报恩，咱来本着这个知因感恩报恩来做呢，咱人的人生呢，上快乐，上好呀。那无这个心啊，你卡一钱都无用，一定生活未安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啊爱好好去领悟佛的佛法。好、哦，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伫世间，无论是偌大偌小，拢离不开大的问题。
离不开居住的问题。好，那厝顶的问题呢，就是讲，那心嘛要爱安，爱袂无烦恼。好，变成咱一间厝之外，感觉真正清爽，好，充满着光明。一时啊，相信各位啊，心一定就是真正清爽，无烦恼，安详。若是啊，咱一间厝顶呢，好，变成住了袂平安。袂平安呢，霸病出来，囡仔不听话，规家伙讲话大声细声，佛教的家庭不宁。啊，外面的人来乱搞相加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佫无智慧，就来内底起起哄哄就加起啊，加起到最后的是啥物呢？就苦恼、烦恼出来，苦恼出来尔，吼、哦，并无啥来，烦恼出来，啊、哦，那么烦恼出来是啊，咱经过加多就衰了，加道就摔下去了。所以风水地理并不是讲对人无帮助。风水地理呢，风水就是环境生活居住的环境啊。咱呐有法度呢，在伊的妙法环境妙法呢，咱来甲真适当诶，咱来甲调整。短短的时间，短短有半工、两点钟、三点钟、一工解决掉呀。你处起人生啊，烦恼会减少。好，因为都这问题呢。我唔知道啊，我谂要成立咧，咱先佛寺啊，先佛寺咧，啊，这个功德会，或、啊、者、就是人间净土，人间净土咧，功德会，啊，先来讲人间净土功德会，就是讲这样成立，这功德会宗旨诶，就是解决一寡有困难、有贫苦诶人，伊无钱好改善伊厝，无钱好个含包括换只新诶门都无啊换，啊是厝内底。大客家呢，啊，有门开唔到嘅，因为有一个外门呢，可以全家咧未平安，好爱互人救着真艰苦，好、啊，因为安尼时啊，我必须咱呢，成立这会时，咱集共同嘅力量，好、啊，一人一百块，一个百块，共同一个基金会好，啊，以后若困难呢，咱大概派人有这只地主咧，哎、啊，学习到真好嘅地主啊。去甲改善伊个居住个问题，钱呢，咱再来甲出，再基金会，以后或者咱拨去，直接拨甲解决居住问题，后摆伊就免讲救济，免讲救济，就紧扭掉去啊！紧扭掉是安尼来的，是毋是？社会会相好，吼、哦，社会会相好，或者就是啊，我诶，奉咱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吼、哦，了解着着人生。哦，这个人生会通过世间社会的原因啊，吼、哦，跟这有足大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就我这回的风水真经，哈、哦，风水真经传出来以后呢，吼、哦，就想希望讲家家户户啊，咱会当在居住的问题，会当平安，就无咧苦恼，就无咧烦恼，吼、哦，所以人在世间最大的敌人，人在世间上最大的敌人啊。人在世间上大的敌人是烦恼，是烦恼，哈、哦、哈，不是无钱，不是无名，无利，哈、哦，是烦恼最大的敌人呐、啊，各位啊，希望不要再造过卡这些烦恼来，好、哦，安尼呢，咱的人生呢，得行呢，充满着欢喜，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幸福啊，光明，今日呢，咱可能哈，到家段落。